我帮他穿、欸。不行啊，铁哥，你出事了。我可以帮你拿着、啊。不用不用、那個，还是你要当射手的。我帮他穿这个地方。他之前被黑丝没穿了，应该是黑丝的，但也乱穿。好了，不用讲别人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就穿上。你要帮你报仇一下。OK 啦，没事啊没事啊。好来。掉了掉了。OK。你坐这里。你在那边，我们会有压力。不会啊，铁哥，我会怕啊，铁哥陪我一下。好啊，要我陪你啊。对对 对, 對。这个我接在这边。真的会怕啊。你穿不会痛，因为你比你枪穿好很多。OK OK, okay.。OK OK。来喽来喽。我带一下这边的手。好。哎、欸、老。啊。老板还记得要打哪一个吗？记得啊。就打在。现在打在上面嘛。他现在上面有三个点。那一个。你去看。有没有三个点？我自己都快忘了，最后这边不要来啊！啊！开个音乐，没背景音乐很怪。哦，听个歌是不是？听歌，一般的我就会听点舒服的，就这样子。不要奇怪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啊，不要那个了。比较甜蜜。23万多，他们只是 DJ 黑，不能赢。OK OK， 来哦。这一个洞。我要那个。啊，我要锤子。哦吼！哦吼！哦吼！那哪被停啊？你是？哎、欸，他卡我牙齿缝里面了，老板。别动，我要装环了。嘴巴打开。装环是蛮好的，你手从这手下子吧。哦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等会跑掉。这嘴巴过来一点。不要动，不要动就好。动，等一下掉进去的同窗了，你看。不要打他。帮我拿出这个夹子，这样他才不会滑掉。再锁紧一点。Okay. 你要扯到把它推出来，不会痛。波波二啊，干！我们都去乡下地方，那地方的意思比较好。是哦，我到太平一名就真卡了呀。哦，老乡，它里面这样不会让我去亚大，不会说去顶到别的地方，因为比较合人生。分掉，那不然你不合的话，太跟上个差太多了，这个太。你说太长的话，如果说被你的牙齿咬到会裂开，牙齿就裂开了。你试一个，换你，换你，换你。哇、哦，老板太爽了，太爽了，谢喽，谢喽，谢喽！你看很爽，爽成这样子。
OK， 很 OK， 这间很 OK。不用帮我介绍，因为我很忙。OK OK， 老板，谢谢你的镜子还你，谢谢。我怎么一直在录啊？